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自然发音长母音的 e， 在那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短母音，有五个短母音 a 的话我们记 apple a， 好 e 的话我们记 egg a， i 的话我们记 fish e 啊， o 的话我们记 box r， u 的话我们记 bus a。好，那这边为什么要复习呢？带大家看一下，就是大部分的话，短母音的话是一个母音的字母，可是呢，当你的一个单字里面有一个母音加上子音加上母音这样子的时候呢，通常你这个后面的最后的一，英文几乎在最后的一几乎都是不会发音的，但是有例外，遇到例外的时候我们再讲。好，这个例外等一下就会看到了。好，一通常不发音，但是它会影响前面，比方说这个一影响前面的 a， 所以它就变成拉长，变成原本 a 就念 a， 对不对？所以它就念 cake，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后面的 e 不要管它，我做我自己就好了。cake， 好 ，ai 也是 ，i 是另外一个母音，它是别国的，把它踢掉，做我自己。我自己 a 就是 a， 所以就变成 rain， 其实 rain 这个字 ，ay 也是一样 ，y 怎么跑出来 ？y 母音不是只有五个字母 a e i o u 吗？哎 ，y 是一个半母音，它也要来占一下一席之地，有想要有点影响，但是呢，它的影响就是也是一样不理你，我念我自己 a。所以这边就是 day， 所以 cake rain a， cake rain day 这样子都是念长音的 a。 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要看到的是长音的 e 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一个一个来慢慢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发音的部分，发音的部分的话 e e， 好 e 的话呢就是原本字母 e 就是念 e， 所以我们中文有很类似的音，这个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你的嘴巴是往两边拉的 e， 像微笑的位置这样子，然后下巴会抬起来。好，那我们用知道的字来带就很容易。那这边的话我们也先看一下 e， 刚刚讲后面接一个子音再接一个 e， 这个时候呢他会把那个 e 踢掉，哎，不要不要不要，我当我自己就好，我自己是 e 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念 e 的音，所以 eve 就会念Eve， number one 就是 Eve， 好 ，Eve 就是前夕，所以 Christmas Eve 圣诞夜，好 ，New Year's Eve 除夕夜，这样子前一天晚上。好，再来的话，这个 ete 念 eat， 对不对？前面加上一个 p，Pete， 好 ，Pete 就是 Peter，P-E-T-R 的小名就会叫 Pete。好，再来的话呢？后面是 eve 对不对？可是前面的 st 要注意一下哦，这个是 st， 学生怎么念 student， 不是念 student， 会转音，所以会念着有点像的的音 student， 所以这边要念 steve。 好 steve eve pete steve， 再一次 eve pete steve。 好，所以 e 隔一个子音 e 会是这样子发音，可是这样的音很少，那其实这边也帮大家列出来，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比对各个长母音跟短母音。好，再来两个 e， 我们刚前面有讲到 e 放在字尾通常不会发音，对不对？啊，有例外，这就是一个例外。例外就是它跟 e 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不发音啦。它前面的 e 也是说我做老大，你后面的 e 滚掉，好，不要你了。所以我还是念我自己的音，就是 e。所以其实就仔细来讲，它还是没有发音的啦。好，一念 e， 我们记 b 这个字 ，b 叫做蜜蜂，忘记写上去了，不好意思。好，我们英文常常会说 I am as busy as a bee， 我跟一只蜜蜂一样忙。I'm as busy as a bee， 就指的说啊，我好忙好忙好忙的意思。好，所以两个一念 e 的音，所以 f e e t 就是念成 feet， 好 ，eat feet。Feet 就是你的脚，而且这边我又忘记写了，有两只，一只脚叫 a foot， 两只脚叫 two feet， 那大家都是有两只脚 two feet， 大部分的人。好，那这里 feet 下面一个吧，杰西这边都是抓韵脚，好，可以的话都是抓韵脚，所以这边也是后面也是 eat， 改前面这个子音 m eat meat， 所以是 feet meat。 好，第六个 sh 是念 sh， m show 那个shopping 那个 sh， 好 sheet sheet， 好 sheet 的话是传单 sheet， 我怎么翻传单呢？床单，床铺的床，对不起，我懒得改了。好，我后面放到部落格的时候会改过睡觉的床单。我想说为什么叫传单，传单叫做 flyer， 床上床睡觉的床单，对不起。
好 ，sheet， 好，打招呼的话，这边先念 reet， 再加上 good in greet， 好 ，greet 打招呼。最后一个街道叫做 street， 好，所以呢 ，feet， meet， sheet， greet， street， 好，你可以自己先念一次看看，再听听看有没有一样。好，这边的话 ，feet， meet， sheet， greet， street， 好，感觉没有那么难，对不对？再来的话还是一样，两个 ee， 这时候我们用 eep 的音。好，第一个的 eep deep， 那第二个 eep beep， 所以是 deep beep。 J 的话呢，不知道怎么念，想一下你最熟悉的一个字可能是工作 job， j j 的音 j eep jeep， 对，吉普车，有没有？其实那个音就很像，对不对？ jeep deep beep jeep。 好，又是安静，这个 sh 秀的这个 sh， 所以这边是 sheep sheep。好 ，deep beep jeep sheep， 最后一个是 sweep。好，刚开始觉得有点难念它，对不对？先念 weep， 再加上 s 的音 sweep， 所以这边是 deep beep jeep sheep sweep。再一次 ，deep beep jeep sheep sweep。好，那你觉得这个都好简单，但是你现在开始就是把它记住的话，等到后面你看到更多的单字的时候，就会觉得因为现在都是一起看，对不对？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容易混淆，所以先把基本的先记住。好，再来 ，e n 也会念 e 的音。好，后面是 a， 我们都讲过了，前面是老大，你后面是 a， 踢走不要，就是我念 e 嘛 ，e a 就是念 e 的音，所以这边查 t e a t t。好，这边尾音结起早是 eat 的音。好 ，eat e a t 是吃，对不对？加上个 b b eat beat beat 就是打。打人的意思，好，那个 beat it， Michael Jackson 很有名的那个 beat it 就是滚的意思。好，再来 heat， eat， beat， heat， heat 是热，加热，热度，它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名词。下面这个大家都要记的字就叫做 meat， 肉，好，肉的总称。I don't eat meat， 我不吃肉，好，可能是素食主义者。好 ，eat， beat， heat， meat， 最后面这个有一点难念啊，好，这个是 e a t， 对不对 ？r e a t 念 reat， 那 t r e a t 念 treat， 好 ，treat 就像树，你不会念的话，有没有树念什么 tree， tree 啊 ，treat， treat， treat 这样子，就万圣节那个 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trick or treat， 就是。不给糖就捣蛋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边的话 ，L 的话，舌头放雅思的后面 ，O 的音 ，ill，real，real， 那个 really 有再加 ly， 这边只是 real。好，加上 d，deal，deal，meal， 好，三餐 meal， 海报叫做 seal，seal， 前面是 real，deal，meal，seal。好。这边的话 ，STEL 一样 ，student， 我们刚刚有讲的 ST 要转音，后面会有一篇专门教转音的部分。好，这边要念成是 steel， 好 ，steel， 好，再念一次 ，real， deal， meal， steel， steel， 再一次 ，real， deal， meal， steel， steel。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这个规则呢，它其实也很常见，就是呢，在一个两个音节的。单字当中，好，这不是所有的规则都这样，但是有蛮大一大部分的会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都是这个规则，就是它前面已经有一个短母音了，好，它前面有一个母音字母，那全部都是发短母音的，那后面这个 y 呢就会念 e 的音。再讲一次，就是比方说 kitty， 那么小猫 kitty， 这前面的 i 呢，你就是念短母音的 e key。然后这个 y 在最后面会念成，就像刚刚那个 e 的一样的 e 的音。好，这个 e 的话呢，它会拉前面一个子音去念。因为我们发音的话，后面会讲到它是从后面开始拉，所以这边是 t 再加上 kitty 这样子 kitty。好，所以24个好笑的一样，后面你先，再来是 fun， 好 funny funny。那前面太阳是 sun， 对不对 ？sunny。Funny, sunny， 兔子呢？前面一个小圆面包叫 bun， 好 ，bunny， sunny， funny， 啊 ，funny， sunny， bunny， 好，泥土叫做 mud， 那泥泞的就叫做 muddy， 这样子 ，funny， sunny， bunny， muddy， 最后一个呢 ，fuzz， 好像 f u z z 就是那个 fuzz， 好，那 fuzzy 不清楚的 ，fuzzy， fuzzy， 那个 z y 念 z 的音 ，fuzzy， funny， sunny， bunny， muddy， fuzzy。再一次 f
Bunny, Sunny, Bunny, Muddy, Fuzzy。 好，再来的话呢，一样，前面的有没有刚刚有押韵，这边就没有了。这边 S-I-C-L-Y-D Silly。 好， Silly 就是说人家傻傻笨笨的。再来 Pen 有没有 P-N Pen N-Y-N Penny。 好， Penny。 再来 Luck L-U-C-K 是 Luck 对不对，加上 Y 之后会念成 Lucky Lucky。 好，难以应付的 K-Y 先对不对，所以这边是 Key， 一个 I 就是念 E Tricky Tricky。好，一样 ST 又要转音了，请大家不要忘记 student 那个 sticky。 好， sticky， 所以这边是 silly penny lucky tricky sticky。 好，再一次 silly penny lucky tricky sticky。 好， E 的话比较多，这其实这边是把所有的比较 key 称作规则全部都拿出来。好，这里也可以算是一个规则，有些书会写出来。好，当你只有一个一，没有其他的，我们本来说一个一不是念鸡蛋的 egg 吗？可是当只有两个或三个字母一在最后面的时候，这时候你念长音的 e， 好 e， 它还是当老大 e， 好，它是老大的 e， 长音的 e， me 我的受格，好 we 我们这是主格 ，be 的话就是 be 的原型 ，he 就是他，这也是主格 ，she。是女生的她，这也是主格，那这边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很快再带过去。Me, we, be, he, she， 再一次。Me, we, be, he, she。 好，啊，我没有写到，啊，这次居然忘记做到这个部分的。好，这个是部分忘记做到比对的。好，39个 eat 跟 it，40 least 跟 list， 41 heat 跟 hit， 42 sheep 跟 ship， 43 feet 跟 fit。 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练习一下，我念几个音大家试试看。好，39 number 39 eat， I don't like to eat durian， 好，我不喜欢吃榴莲，答案是 eat。 40个 listThis is my shopping list， 这是我的 shopping list， list 是清单。再来41个 heat， can you heat it up， 好，可不可以帮它加热一下， heat it up。 好，再来42个 ship， ship 我想不出来有什么，欸，what a nice ship，欸，这个 what a nice ship 多好，这么好好棒的一艘船，可是这也可以是 what a nice ship， 但是我讲的是船，对不起。好， ship， 嗯， how much is the shipping， 好， shipping 的话可以直接加 ping， 运费这样子。好，最后一个 fit， 好， it fits you well， 很适合你，很合适的。好，今天这篇讲的有一点长啊，不过呢，因为它比较多的音，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那至于文字稿的部分会放到杰西的部落格，好，部落格就是反正下面会有连结，有一个连结，那个连结就是杰西的部落格。好，今天就会到这边去，你就看一下。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跟订阅，拜拜。